这个 HQ 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真的吧？HQ 哦，那车队好像也很多人。撞到！我记得 HQ 不是有撞一个吗？对啊，我好像也听说有啊，可是 HQ 开头的我已经看过很多人了，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。那 W Spider 我也看过很多个啊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假的。不是听说那个车队很多，笑到很多妹子哎，笑到没办法。黄奕 Spider 为什么没有看到伽马熊？有啦，其实有哦，我有看到伽马熊哦。伽马熊我好像有看过。有啦，我有看过，而且这个游戏可以主动取底线跟底，在 ID 上面就可以100%仿冒哎。七八，下去了。负三，下去。哇！负三。哎，完胜了。十。阿瑟，太吵啦，阿神！但我好怕那个宝藏区撞死哦。没事，后面很远。你的车响得也太溜了。那无辜的字只能撞墙。哇！往前喷。等等，给你的。谢谢喽。怎么会这么？
完了完了。干嘛了，阿基？不是我。炸开了啦。车子又不受控制。我会有电竞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看 Nathan 那边怎么做啊。不过 Nathan 看起来是想搞他的跑跑二。你说封测的部分？我不知道啊，他们就跑跑二还没有，才是封测而已，封测就在找工商了。断开。哇！我没有顶到他。他倒，他倒 ，nice， 第二哦，第二，完事，阿信后面没人哦。没事啦，哈哈。我看你那个，你应该至少赚五四有哎、欸。我感觉蛋卷可以刻一台车啊。你不是极速领域有赚钱吗？这个比极速领域便宜耶、欸。二级你累了吗？哦，超累。他今天，他刚跟我们玩之前，他今天已经玩13个小时。对啊，从一早上起来一直玩到现在。是啊。然后我明天要去花莲，7点要出门。对。去花莲记得要去吃番茄咖喱，知道吗？好、啊，好，跟我讲在哪？你 Google 一下就知道，超好吃。所以我们下一次见就是礼拜天了，要去3天。他可能要去秀姑兰溪呢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有个邻居在那边就被淹死，哈哈哈哈哈！没骗你，讲一个我直接中奖，
敢不敢？敢不敢等跑完再聊这个？那他那边有黑漩涡，那个很恐怖，那个你被黑卷到就拜拜了。我干嘛呀？小傻猴。太亮了，他在有些地图的时候根本就看不太清楚自己的图。走，我等一下杀一下车。下去，没事。滚啦！这场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太神啦！哎呦，那个是阿信作息吧？没，他现在比我夸张了。5.3对，5.6奇怪了，为什么跑四周围？可是我起第二圈一开始就撞墙了，你这样很快。代表他还能跑更快吧？我觉得不难，应该是可以的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也失误了！哎、欸，喂，神之拖撞墙，给阿姨，给阿姨，没事没事，我拿一就好，拿一，输了也没关系，